粉丝竟然让我吃200元的龙虾大餐。来好消息了，多大的好消息啊！惠子姐姐，你今天有口福了，挑战就是200元吃一天带龙虾的大餐。龙虾可是好东西，挑战成功我就让爱吃龙虾的人交出手机里第8个表情包，不交表情包我都得安排。早上30元的芝士焗龙虾，我就知道今天的大餐不一般呢，上面满满都是龙虾球，还有浓浓的芝士味，又脆又拉丝儿。下面还有意面呢，有点小麻小辣呀，好久我都没吃龙虾了，真香呀，真香，爽。这中午是多少元的波士顿大龙虾呀？哎呀，被你猜对了，150元的。真猜对了，好久都没见这大个头了，这红彤彤的谁不爱呢？先从它的小尾下手，呼啦呼啦小薄料，150元就吃这一顿，是不是有点亏了？完美脱壳，这肉质是真筋道呀，忒有嚼劲了，三口就没了，一点都不过瘾。不过瘾点儿。晚上会不会是小青龙呀？想得老美，20元的龙虾面。不是，这说好了龙虾呢，这不就纯素面吗？你爱吃不吃？说好了今天吃龙虾大餐的，你这俩还是留心的呢。我好像看见龙虾了，原来是给我藏起来了。这面还是蛮有味儿的嘛，这龙虾不就来了吗？是真入味儿啊！碗底可不都是龙虾吗？好吃了，不能再好吃了！跟我一样爱吃小龙虾的，赶紧把表情包交出来吧！